的这个题目，极限你内心渴望，渴望内心的野兽。是不是我给你一拳？男生陪我不行，但是可以。一起上学吧，暑假要干嘛？我们等一下会抽出题目，然后先打电话给身边的好朋友，要讲出他上面题目的内容。朋友就会不傻傻不知道讲哈，你在说什么？是卖朋友的一集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直接开抽。我也 get 不到我的这个题目。请问出题目的小兵老朋友，老朋友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？来思考我的长相，这样我就看镜子，然后我妈就突然走过来说：“妹妹，你千万不要去整形，我觉得你的五官可以，以后会更好看。但是如果你要去隆乳的话 ，OK。”打给妈妈，打给妈妈。我是说服朋友一起剃光头，感觉还好啦，找朋友一起泡裸汤，我觉得很难哎，我需要思考一下谁会想跟我一起泡裸。毕竟你朋友有点少，男生朋友可以吗？我没朋友，男生朋友可以吗？他刚刚犹豫了一下，男生朋友不行，但是可以。不小心拉在裤子上，但是没有帮我送裤子，超难的。不小心拉是拉在，我放屁不小心大出来。我是找人一起出演有吻戏、床戏的 BL， 很简单哦。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梦，对啊，心里应该有在 BL 的梦，实现你内心渴望，渴望内心的野兽。不要吵。说服朋友支持我拍大尺度，我朋友应该会支持我吧，就跟支持去荣辱一样。不一样吧？我应该就打给 Yuki 吧，因为其实我就跟他比较熟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来 Yuki， 我要出门啊。你要出门哦？哎。对啊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。为什么你身材蛮有料的啊？你明明就瘦瘦小小一只啊。你有听说好像矮的人奶都会容易比较大吗？那你觉得我的 size 算是就是很可怜吗？不过我觉得小奶比较时尚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很想要有那个大胸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大胸不？可是你的脸又不适合大胸。哎、欸，有道理耶。你看有那个天使脸孔魔鬼身材啊，你说你是天使脸孔吗？对。你信不信我给你一拳？可是我突然很想要往性感路线发展哎。不要，你说隆乳又不用靠奶。好吧，智障就好了。那什么靠我的智商吗？那肯定赢啊。我说靠你的智障就好了。智障。好了，举手失败。好出乎我意料哎，我那还信誓旦旦，信誓旦旦啊！哎，可是如果你大奶的话，你就可以说你是熊大龙猫哎。谢谢，但是好像是件好事。好，那我打了，我应该打给波波。哎，你要先汪医生跟他打招呼。喂，嗨，哟，波波。哇，哎不是啊，你在忙吗？没有。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我困扰的问题，你可以帮我解答吗？因为你最近也是那个原子少女嘛，就是也是算 idol， 然后粉丝一直在上去。但我现在卡住了，我真的卡住了，我已经到了中年危机了。那你可以参加一个交流。好，不是，现在不是这个重点，就是说我有看到我们制作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光头，他现在就是有一点我理想中的样子，你懂吗？你觉得？你要干嘛？我有点想换个造型。不要吧。为什么？眼睛那么小，眼睛那么小，远远看过去是一个蛋。好啊，你聊天要这样聊没关系啊。我今天打给你的重点是，
你是我的人选当中很适合跟我一起光头。真的，你先听我讲，我虽然是一颗蛋，但是你是长得是利落的，你是方方正正的。然后附近理发，他说剃光男生，想说你也是偶像，你换个发型，就大家都现在都换发型。想说你要不要换一个？换发型，我也没头发。我想说，我现在会想要剪光头的点，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制作人走那一条路，他有走出他那一条路，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个危机。我觉得呢，我自己啊，我想说也拉我朋友一起。不是啊，他那条路又不一定适合你，说不定你去整形把眼睛变大比较适合你。波波，你走心哦！你被整了，你被整了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是个节目啦。那你觉得我成功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失败啊！好，我打给叶凯丽。凯丽，你在忙吗？还好的我。我刚去那个星光三月，我去买化妆品，然后。结果我走一走，等下我先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我刚买化妆品买到一半，然后不小心突然放了个屁，然后我的屎盆，我不小心对，然后我现在需要有人帮我送裤子。你附近不能买裤子吗？我不行，我因为他的那个屎已经渗出来我的那个裤子外面，还在走去厕所呢，我的手一直遮着我的屁股后面，而且我今天穿白色的裤子，你不能出来是吗？就我穿在上啊，偷溜出来也不行吗？现在啊？对，一下就。嗯。我爱你。你刚听到，我觉得很荒谬，还是你有觉得是骗人的吗？因为他昨天才说他那个来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拉屎在裤子上很正常。你以后拉屎在裤子上，我很开心。来，我现在要打给我一个朋友，叫做张曼玲。哎喂，你在干嘛？喂，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一个很紧急的事要问你。公司接到一份拍那种大尺度的那种照片跟影片，说什么好像是拿那种叶子或什么贝壳遮住三点，听起来很丑，但是我有钱哎，然后反正就很多钱，我拍一次有600,000，你觉得我要去吗？我自己是偏害怕，但是如果有你们的支持，我就会勇敢去做这件事，有吗？啊，我也有点害怕，我怕又不是你拍，你害怕什么啦？我是你的妈。我是你的铁粉哎，我要注注一下啊！所以你问了很多人吗？我很多人啊，你是第二个。啊、我刚问徐总，徐总他支持我，他觉得钱很多。嗯，他说哦，这时候就是要赚钱啦、啊。好哟，很慢嘞，要想长远一点啊！你看一下很多很红的，然后他们之前拍过什么，不是就会被爆出来说哦，他之前因为这个爆红什么的。哦、如果你以后红了，然后我觉得你要想，这个会不会是你的黑历史？我支持他。好啦，我没有支持他，我还学习这种口气。哦，钱很多可以啊。你看，我就是你的真心的朋友，你看我为了你的前途想。谢谢。好啊，那这些游戏失败。好耶。也谢谢我真心的朋友让我游戏失败了。我现在要打给吴明轩试试看。喂，早安，早安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因为我最近刚拍完《原子少年》，刚好公司最近今年要开戏，拍 BL 剧，然后觉得我蛮适合去演的。现在要找另外一个男生跟我搭配，有吻戏跟床戏的部分哦。希望接受。就演戏嘛，演员就是。做这些我觉得没什么。我现在外面，你在传给我，然后我在跟你讲话。啊，你可是你可以先就是大概跟我讲一下你的意愿吗？我是可以的，我是能接受的。啊、真的、哦？我也去试镜过 BL 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那你很会吗？
没有很贵。好了，你绝对是很会答应，要装的胡明轩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，好吗？我成功了，2000万会成功。哎，徐伟哲现在回我了，是怎样？喂，我公司最近想要开戏，想要拍 BL 剧，然后他们觉得你的形象还不错，你觉得你演 BL 剧你个人 OK 吗？可能会有吻戏跟窗戏这种。个人是 OK 啊。真的啊？可是是跟我演哦，你 OK 哦？对啊，谁我其实都还好。你想要演哪一个角色？一还是要零？我真的没差，我都试过啊，我自己都有试过啊。好啦，我们在拍片啦。哎，他跟胡明轩很难选哎，他是两个都放。快加油！哎，我以为你都很难选，要跟谁演？哎，你这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是说片段啦。没有朋友哎，怎么办？我刚刚翻了。喂，千惠。怎么了？我还问你哦，我们不是很久没见吗？上次没有吃饭到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下次我们来去泡汤好不好？你们怎么会在这么热的时候要去泡汤？哎、欸，可以泡冷汤啊，大家一起泡裸汤，你 OK 吗？什么意思？女生们一起泡裸汤。可以啊。啊哈，那我跟你单独嘞。可以。耶、yeah! ！你不会害羞？还好吧，完全没有任何起伏。对啊，电话都打完啦。看来旁边就是这样直接画一胜利。对，我们这边是虽败犹荣。但对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就算被拒绝，我也觉得对啊，是好事哎、欸。嗯，是好事啊。有你的话，我就不太确定。可是我认真觉得罗念他朋友真的很赞。对，思考，还说徐子豪好烂呢。徐子豪好烂。那徐子怎么会说好啊？他好烂哦。但其实今天最让我意外的是刘浩文呢。竟然有人会想要跟刘浩文拍 BL 剧，还要亲你，还要跟我好样，亲你耶，好像我不好一样。建文如果浩文要你跟他亲你吗？那我先不要。我不要，我自己本身就没办法顾及。那如果可以要很多钱？200万。动摇了。先走那一场留言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记得开小铃铛，什么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我们圣诞计划就是圣诞快乐，哎，敲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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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大片哦，闭嘴，那个敲碗那个龙龙拉屎在裤子上，不要龙龙，拜拜，敲碗，那你会跟龙卷文一起去剃光头？龙卷文剃光头，我疯了，天使脸孔，恶魔身材啊。先不要。刘浩文在旁边吗？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去龙武。